心第一步，拆开包装，找到我们的进口修音器。到咱们风机的出风口，与咱们风机侧面的这一个风口进。第三步，找到咱们的安全阀，与出风口进行连接。下一步，找到我们的餐饮接头，与出风口进行连接。下一步，找到我们的出口收音器，与餐饮接头进行连接。最后一步，找到单向阀，与现场管道进行连接。